现在已经开放这个像西之行的这个中国神加倍加上两张那个天主，那我现在就先抽个十连抽试试看，到底会不会中呢？这个十连抽抽下来中了，第二张就中了、欸，太扯了吧！我猜是铁扇公主，果然第二张就中了。太爽啦！哎、欸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我都有。哎、欸，牛魔王、欸，哎，真的是有稀有加倍，真的有稀有加倍。第二次十连抽，第二次十连抽来，来哦，来哦，黑金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有我没有的、欸，哎，会不会是海龙？看会不会是海龙？因为我没有海龙、欸，哎，出来中了我的海龙。干完了1100多天，终于来了！1100多天，终于来了！太爽了！我的海龙终于出来了！哎、欸，还有别西卜哎，干！再来一次十连抽！我要唐三藏，过来吧！集气！七起来！哎、欸，黑金第一张！哎、欸，有感，真的有感！我虽然说他大卡池，但是感觉没那么难抽。来，唐三藏，中了，150颗，收工，150颗，哎呦，妖狐，这个太扯了，这真的太扯了。好，还有抽到我没有的木骨星，太扯了，哎，太有感了，哎，还有一张三太子，好，我现在来抽那个送的那张啊，那送的那张还没下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的抽卡就到这边，150颗，其他我留着等抽大和神，因为我都已经中啦、啊，150颗，好不好？30抽结束，其实应该说是21抽就结束了，因为拉下来那个第一张就是黑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21抽就结束啦、啊，再加一只海龙，太爽了、啊。好，